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开始了啊。现在讲第四个问题，循其经脉，参与病机。我刚才不是讲到吗？所谓六经，是脏腑、经络、气血、阴阳、精神、精液的总称，把它名字叫做六经。其中有一条还是经脉嘛，我刚才也讲到《伤寒论》讨论经脉病症的文字很少，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呢，特别一个医生在搞久了，他有些病人相信你，他明明知道这个病呢不是你挂的专科，我挂的专科是心血管，他明明知道我这个病不是心血管病，我就是要找你看，这个病明显是经脉上的病，经脉上的病用伤寒论的这个辨证论治的原理，也还是在很多地方啊，很多地方呢可以能够有效的处置。我这个讲稿里面讲，伤寒论虽有专论经脉病症之文，然为数极少，自发更为详明，唯以经脉内属脏腑，故经脉循行部位之多种病症，皆可借鉴脏腑之法。那么经脉病症怎么治呢？伤寒论讨论经脉的条文少啊，我们临床上所见到的人又多，那怎么治呢？当然用十方还是可以治啊。因为我的专业是教伤寒，教了这么一辈子，从学伤寒开始到教伤寒，这么一辈子就是搞这个事。为了讲课能够丰富讲课的内容，有些问题啊是勉力为之，在勉力为之当中，不知不觉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经脉病症在不少的条件下，我不能说所有，在不少的条件下可以借鉴脏腑治法，因为经脉毕竟根源于脏腑，经脉功能的失调常常与脏腑功能失调有关，运用这样一个观点来解决问题。若能辨证准确，依法化裁，一般能收效明快。至于无法中求法，以法外之法也。这个问题我们郝教授可能多次的谆谆教导啊，要读于无字之处。伤寒论讲经脉，讲经脉病症讲得少，那么我们要治疗这方面的病，那就读于无字之处吧。怎么读法呢？就是经脉病症借鉴脏腑治法。我和郝老师这个思想来源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教导我们的结果。足以补充伤寒之未备，因为伤寒论不可能包罗万象，经脉病症它就讲得很少。如柴胡桂枝汤治疗太阳兼少阳病，见发热为恶寒，肢节烦疼为呕，心下肢节。那么伤这一条的文146条，这一段文字如果不经过临床实践，没有按照一定的途径去使用，那么一个病人还他有典型的症状，发热为恶寒，肢节烦疼为呕，心下肢节，这样典型的病人在临床上一年碰不到几个，只是说在有些情况下
我们可以方外求方，法外生法，用这种办法呢来解决一些经脉上的问题。笔者以此方治疗太少经脉病症，而无上述症状的，治疗经脉病症没有上面讲的这些症状，或者有不完整，只有某一个或者两个有这样的症状的，那么怎么用呢？我这里举个例子啊，杨某，这是本校的一个学生，高年级的学生，他左侧颈部连项部肿痛，说颈项，现在按照现代语言，颈项是不分的，颈就是项，项就是颈，就是这个颈子，圆的360度。可是古人，特别是在《伤寒论》里面，颈与项是有区别的，颈是两侧，包括前面，项是指后部。现在区别颈项、区别运用的，我观察只有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女同志戴的项链，没有人叫它颈链，对吧？其余的颈就是项，项就是颈，其实后面的才叫做项。为什么叫项？第五个问题，真经浊骨灵活变通。真经浊骨灵活变通，对于本科生来讲，这个要求是高了。本科生对于《伤寒论》的条文能够理解，并且能够初步的运用，那就算可以了。真经浊骨灵活变通，那就必须在要超脱一层。如果你不能超脱一层，那么要想这样运用是有难度的。大家是研究生啊，不管是2年、3年之后毕业以后，可能多数人是要搞临床的，在临床当中，通过不停的磨练。不停的思考，当医生呢，要勤于思考。如果不勤于思考，那就是穷于应对。在大体上你不会出问题，但是说你要做到怎么高明一点，或者说比别人高那么一筹，不勤于思考是很难的。不是说我每天都上临床，这个经验就应该很多了。每天上临床，当然经验多一点。如果你不能勤于思考，特别是碰到了问题你思考，和没有碰到问题思考是不一样的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和郝老师共同的老师洪子云教授，那是临床大家，写作倒不是很多。要是说临床，是吧？我争取这一辈子是否能够赶上我的老师，我还不敢讲啊。那真正是临床大家，他告诫我们两句话，他说当一个医生呢，一辈子就是两看。什么两看呢？白天看病，夜晚看书。你白天看病有收获，要思考一下，这个效果怎么好，为什么好的，你要思考一下。特别是你用方用药，尽管你是尽心尽力，但是效果不好，对于这个效果不好的要特别思考，要多翻书，这样才能好，才能够提高自己。所以我把这个老师的教诲啊，今天传给大家，可能和郝老师早已传了啊。这个两看是很实在的，要想提高自己必须思考，思考不通的时候翻书，逐渐的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。有了这一个过程，自己才能不停的在提高，哪怕一回提高这么一点，时间长了你就提高多了。
这是题外的话啊。因为《山海经》成书以来凡1700多年，况且尚书先秦渊源有志，而学术发展不无沧桑之变，有病名古今不一者，有方药主政所见不同者，以及有政无方、有方无政者，种种变迁，故需真经琢古，灵活变通，要根据古中医的文献，不管它是古文献也好，还是今天的文献也好，我们要多读一点啊，否则你思考途径都没有。要这个要真经琢古，灵活变通。这个灵活变通，我在开场白就讲了，灵活不能无边无际，灵活是在逻辑思维推到的过程当中来灵活。否则说中医用药嘛，灵活那是有什么症状加个什么药，没有什么症状减个什么药，那也是灵活变通。但是呢，这个层次是不高的啊，要真经琢古，灵活变通，有时能够与临床执着之际而恍然有悟。当医生也是既是一种自我享受，也是一种很苦恼的工作。为什么说他苦恼？有些病人你用尽了心思，效果就是不好，这是实在的。眉毛是经常碰到效果不好的，不是我在这里讲什么问题，梅老师你这些都是讲的成功病例，当然我在这里讲是成功的，要讲不成功的那比这还多啊，可能几倍于成功的。我们有一位老先生讲过，说你这个高明医生呢，医生越高明背后跟的死鬼越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的啊，当医生你说你治了的病都不死，那个地球就显得人口更多了。说这个病人死要能够交代清楚他为什么死，不是治疗食物死的，这个医生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所以于临床执着之际啊，恍然有悟。有时候呢很碰巧，这个当医生的真的说实话，我开了一个方子固然用了脑筋，我没有想到它效果那么好的，它恰恰就效果很好啊。有的病人呢经过反反复复，最后恍然悟出一个道理来，再用方效果好了啊，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呢也会碰到啊，痛苦会碰到欢乐啊，病人你通过了思考啊，让病人有效了，这种欢乐固然病人很欢乐，这种内心的欢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，只有当事者能够体会到这种欢乐。你没有一次欢乐，你必然就有一次心得体会，就提高了一步，这是我个人是这么个体会啊。我这里只能举例来说明这一方面的问题。如《难经57难》，他讲了五种啊，五种泄泻，我这里只讲一种，凡泄有五，其中有一种叫做大甲泻。这个大甲泻呢，是前天来还是什么人，在《伤寒论》有一条《玉桌故甲》，在那条的注解上引用了这一个大甲泻来解释《玉桌故甲》。实际上那个引用《难经》的文字是不切贴的啊，或者不那么很吻合，甚至于不好，所以读《伤寒论》注解也是要有分析的，不能跟着跑。
大假学者礼极厚重，素质轻而不能辨，敬中奉，有这样的说法，而今已不用其名。这个大假学现在教科书也好，国家的诊断标中医诊断标准也好，没有大假学这个病名，这是一个古代病名。况且基于张三雷这样的老前辈大名医，如果张三雷能活到今天，那绝对毫无疑问的中医大师。智者千虑啊，难免一失。他说这一条不是圣贤之言，经典著作嘛，就圣贤之言，非圣贤之言，而是门外汉掺进来的。那是谁知道谁做注解的时候把注解混成了正文，这个门外汉做的注解混成了正文，门外汉所掺入。所以张三雷这个话，这样高明的医生也未必说的完全对。这里为了证明真经灼古，这古来说的什么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什么，这两者怎么沟通，沟通之后我们又怎么能够立法处方啊？这呢就需要一个很好的思索过程。这种思索过程往往是碰到头破血流之后才能够有所疑悟。如果你很顺利，很难有这样一个醒悟。只有你用这个办法不好，那个办法不好，你自己好像黔驴技穷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再去勤奋的思考查阅相关文献，可能会有所收获。当然你尽管很努力，这一次努力了很多也没有收获，这不要紧，不要气馁，你长期坚持总会碰到收获的。这个病人50岁，住院号呢我就不讲了啊，体态如常人，自述腹胀与便秘相间，里脊厚重6年，曾多方治疗无效而入院。他这个病情呢，在武汉两家著名的大医院，同济医院、协和医院，这就在武汉那就是最好的西医院了，是诊断清楚的，叫做乙状结肠痈肠症。他的乙状结肠比别人的乙状结肠长了啊。这种病是什么病呢？先天性疾患，只是他发病的多半在中年之后，年轻的时候不发病，没有症状啊，没有症状。他表现的是什么症状呢？中而频繁的便异频繁，蹬厕所达到5-6次之多。这个5-6次之多啊，是他自己控制的。根据病人的讲法，我巴不得成天坐在马桶上不起来，因为这个便异啊，实在令他昼夜不安。为了减少痛苦的控制，一天上厕所5-6次。每次上厕所的时间，我这里写的20至30分钟。病人讲的，我是蹬了两个腿子，不能再承受了，蹬麻了，才起来，最少也有30分钟吧。多为里脊厚重所苦，他蹬厕所不是每次都能解大便，就是里脊厚重也解不出来，没有大便排出来，啊，而不能排便。在一天蹬车5-6次当中呢，能够排出少量大便的只有那么2到3次，2到3次排出一点点大便，不多啊。排了大便以后，肚子里面还是满满的，肛门照样睡胀，分子是稀糖的，它不是干结。稀糖大便如此，肛门窘迫不爽，排不出来啊。这就是病者的最主要的痛苦。无恶臭津粘液没有，但是这是住院开始入院的时候是这样，实际在他的病程当中有时候也便秘啊，大便是干结的，
但是多数的时候呢，大便稀溏，排便困难。初时啊，或初便后溏，初便后溏的患者曾经讲到便秘，这个便秘啊，就是大便解出来的，前面这一节是很干硬的，后面是稀溏的，伤寒论叫做初硬后溏。便时牵引尾骨处疼痛，口味正常，服从之机，他也很想吃饭，只是因为排便困难，他就控制饮食，不能吃多，吃多了恐怕这个大便呢更加困难，所以他是自己控制饮食，而是不是不能吃，因排便困难而自行控制小便清而量略少，脉缓，苔薄白。对于这样一个病人，我以前没有见过。那么他的诊断呢，是乙状结肠痈疮症，这是入院的时候在我们医院的那个条件，就是做了背灌肠，这也是诊断为乙状结肠痈疮症。实际上在此之前，同济协和他们检查的比较细致一点，它是两种，一个是横结肠下垂，再一个是乙状结肠痈疮症，我们没有检查它横结肠，因此这个诊断我就没写。初因审证不缺，以致方药杂头，医约之后未获成功，因之病有疑难，不可以常发视之。这也是老师告诉我的啊，说你碰到用常发不效的，必然另有症结所在，你一定要虑起变法，要考虑变法来治疗，你不要在这常发上老去下功夫，那个没有用。哎，因为有老师的这个启发，那我就在这个变法当中来考虑吧。说晚上看书，我每天晚上回家翻书，开始一段时间怎么也翻不到，治疗一个月毫无成功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那不是别人治的，不要把这个没有功劳的都推到别人，后来治好的都是我，一个月毫无效果也是我开方，就是没有效，因为没有效，这难以面对病人了，每天查房，你问他怎么样，和昨天差不多，甚至于说比昨天还重一些，这个医生内心很难受，脸面也挂不住啊，是吧？当医生的都会有这个感情的，啊，所以就不停的思考，不停的翻书，后来呢就翻到了啊这个烂经的所谓大甲泻。翻到了这个问题，说素之清啊，素之清而不能便，频繁的上厕所而解不出大便来，啊，胫中痛，就前阴疼痛。这个病人与大甲泻不相同的只有一点，他频繁的上厕所解大便非常困难。烂经讲的呢是胫中痛在前阴。这个病人痛在肛门部位，就是这点不同。我想这点不同是否病症也不同呢？后来我想通了，因为前后阴呢，人都二脉相贯，它在这个会阴部位是相连的，因此前阴痛还是经脉不舒，肛门疼痛还是经脉不舒。人斗二脉交汇于会阴部位，痛在前痛在后，我认为是一回事啊，就是这一点跟大甲泻不同，因此就考虑到治疗了，治法是疏肝理气，因为小便量略微少一点，小便量少而大便是稀溏的，这个与水瘀输布失调有关，
在经过要略有一条，说是下力气子当力气小便。这个病人一天大便稀溏的次数很多，解出来虽然只有两三次的是稀溏的啊，这样呢，虽然气啊是指死气，这个病人死气倒是不多，说是当力气小便，大便稀溏次数多，用力小便的方法以食大便呢，这在经过要略里面已经有啊，伤寒论也有这种论断，浮力不知是啊，浮力不知是当力气小便，治疗腹泻用五苓散，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所以我的用方就是四逆散与五苓散合方，两个方子同时用，一共服药28剂，大便日醒一次成型，临床症状消失，这不能叫治愈啊，因为乙状结肠庸长，它比正常人长，这个长度你不能让它舒展，症状是可以消失。大家想想，乙状结肠庸长症，这个肠子怎么啊？如果正常的肠道，它这个行走的方向是生理方向，乙状结肠长了一段，必然在腹腔是有限的，它必然就淤曲，乙状结肠的位置就淤曲，乙状结肠淤曲了，大便通过就必然困难，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症状，这就是真筋灼骨。从这个乙状结肠庸长症，把它收缩到大甲泻上，这病情相符。大甲泻没有讲什么病机啊，说这个病机显然与主角因肝经有关呢，肝经瘀滞有关。小便量少呢，与水液输布失常有关，所以用到这两个方子。这个病人出院的时候，他说你用了什么方子，你跟我请你送给我一个方子，我说那个方便抄下来给你。这个病人为什么找中医治疗，在西医说这个病简单，做个手术啊，做个手术的话你就好了，把这个乙状结肠切掉一部分再缝拢来，那当然是好。可是这个病人呢，他就是惧怕手术非常厉害，他就怕上了手术台下不来，因为他不学医的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啊，非常恐惧手术，所以抄了这个方子回家。回家以后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吧，还有通信来往，通信来往当中得知他稍微有不舒服，大便比较困难了，就买了个方子买来吃，吃到没有症状了就停下来，四五年以后呢就失去联系了。那么他后来做了手术没有不清楚，可能做了啊，这个时间一长了跟他讲清道理可能做了。可是我也碰到一例乙状结肠庸长症，做了手术，他这个肠子倒不长了，结胆的一部分嘛吻合起来，这个吻合的好呢当然没有问题啊，我碰到的这一例病人恰恰是吻合的不好，他现在用个吻合器啊把两个肠道吻合起来，这个吻合器可能口径小了啊，他做了手术照样的还是像大甲泻这样的症状，他还得来吃中药，这个吃中药只能解决他大便通条的问题，这个吻合器吧它限定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去让它松开，啊，所以像这样的问题，找到了，烂经，知道这是什么病，分析起病机了是自己分析的，可是烂经上面没有说用什么方啊，烂经上是没有方子的，这个方子的依据原理自以其方，不管怎么说，就算是。三五年之内有通信来往嘛，我只能说这个有效
下到三五年之间，啊，长期呢，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了。下面一个病案也是真筋左骨，这个病案呢，我是简要的讲的，讲这个大意。他所患的病症为皮肌炎，急性皮肌炎，啊，一个24岁的女性。半年前开始发热，关节的游走性疼痛，全身散在性红斑，瘙痒，沉浮墙体松之类，病情暂安，停药呢则复发，体温高达39到40度，红疹密集，全身满布全身，奇痒胃痛，痒得不能入睡，最大的痛苦就是整夜就在抓，啊，很少能睡觉，并且每天发高烧，皮肤呢有脱屑样的改变，关节疼痛，门诊以类风湿，因为关节也痛啊，所以以类风湿性，以风湿性关节炎收和发热待查这两个门诊诊断收进来的。经用清热解毒、祛风等办法治疗，33天。这33天的方子谁开的？我开的。我开的它是毫无效果。正因为毫无效果，我才来在这个33天当中，我可以说基本上每天晚上就为这个病人在考虑问题。在翻书，怎么解决他这个问题？翻了很多书呢，找不到答案。后来我想，这个病在皮肤啊，这个全身红疹密集，我翻的先都是内科方面的书，包括古书呢，也是翻内科方面的或者经典著作，翻不到。我想，这个在传统上。这应该是中医外科病呢，皮肌炎从西医分类，既可以把它分到内科学，也可以分到皮肤科，啊，皮肤科也有这个病，因此我就找到医中经鉴的外科分车，找到外科分车呢，这倒令人恍然有悟啊。与医中经鉴讲的赤白油风很相似。医中经鉴怎么讲？此症发于肌肤，游走不定，起于云片，浮肿鲜热，痛痒相间，高垒如虚，于束，由脾肺燥热兼表虚，腠理不迷，风邪袭入，乳与热相搏，化热以盛而成，初据以清房败毒散，清房败毒散。医中经鉴有两个方子，因为这个病人在初期啊，用清房败毒散，医中经鉴是用这个。我从中得到启发的就是表虚腠理不迷，从这一句话得到启发。可是我没有用金房拜倒散，因为患者高烧之前有轻微的恶寒，他这个体温呈持张热，他每天的体温也降一下，降到38度左右，很少能降到37度的，然后又上升，每天就是这样一个持张热型，汗出了很多，当时就对于这个唯物风寒汗多忽视了，重视了什么？皮满身的红疹，加上高烧，以为是热毒内盛，今天换这个清热解毒方，明天换那个清热解毒方，方子换了多个就是不效。后来说表虚腠理不迷，这个病人汗出较多，他住院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秋天，还是比较凉爽的，
这个凉爽的天气出汗很多，正常人呢只是活动了以后才出汗，他是一天换几套衣服啊，汗多为恶风寒发高烧，那表虚咒你不迷啊，这个好像相符。体温虽高呢，口不渴，如果这个病人口渴，那另一回事，口渴隐隐可能是热毒，可是用清热改解毒之方用了30多天没有效果，说明他跟热毒从治疗的反馈信息他也不是热，是吧？体温再高呢是别的原因，而不是内热盛了。脉浮数舌苔呢舌淡苔白，如果是内热较盛，舌质应该是红的，不会淡舌淡苔白，缺为咒你不迷，淫味失调，风邪袭入之象。这里才想到这个病机啊，归纳为这么几句话啊：咒你不迷，淫味失调，风邪袭入。养生嘛，就是风啊。然则汗多，我为什么不用金黄败德散呢？金黄败德散是伐汗之方，汗多的人再伐起汗，按照伤寒论这绝对是物质啊，伤寒论的原理这是物质的。汗多之人用桂枝汤呢，这是合理的啊。所以我就没有舍弃了金黄败德散，而用了桂枝汤。当时呢在开方的时候，那真是战战兢兢的，这样一个病人桂枝汤能不能吃啊？因为我原来没有用过，心里上就像打鼓一样的不安。当时我的老师还在，我请教了他啊，我说洪老师，这个病人如何如何，治疗经过我都跟他详细汇报了。我说看来这个桂枝汤是否可用，老师说你用了试试看吧，这个没有太多的原则错误，你用吧。这样胆子就壮了腰杆也硬了一些，那么我就用了这个方子。自服此方以来，体温于数日之内降至正常，皮肤的病变逐渐好转，然后依据据证调理，以为善后之法。治疗到什么程度呢？血匀药的肌酸、肌酐等化验指标转为正常啊。总共住院了39天，39天还包括后面93天，后面还包括后面停药大概10天左右。我有一位老师说，像这一类的病呢，复发率很高，你治疗效果虽然好，你让他不止要再观察10天，什么药都不给，就住院时还观察10天，如果再不发热，你就让他出院。包括了这个后面观察的10天，还是没有发热。这个病人现在好好的啊，到现在还是好的。这个就是说真筋着骨灵活变通啊，从病人到翻到外科学谈到了病机和这个病情相符，症状呢也大体相符，可是治法我没有采用，治法又回到伤寒论来了。于是当时是拍案而长叹了。长叹什么？惭愧啊，教了多年的伤寒桂枝汤不会用啊，知道了头撞的没有，虽然不是头破血流，撞的包也不少，到这种情况下才想到用桂枝汤。这个病人曾经闹得满院风雨，因为每天高烧啊，请西医皮肤科也会过诊，皮肤科说这个病人不用激素是没有前头的，我们没有用激素，
当时谁有这么一个胆量说不用急救啊？我也当时年轻也不敢说不用，是病人不愿意用，因为他以前用过，用急救就退烧，什么病症状都好了，急救一停还不要停，减量以后马上又烧。他说这个是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，他自己买了皮肤科病品，皮肤科学看了，他说这个病愈后不佳，那么愈后不佳用激素呢，最后的结果是死，我吃中药还是死，无非都是死，同等的我就不吃激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病人新婚不久，做新娘子不久的人长期吃激素，满月脸，腰如水桶，哪个新娘子愿意干呢？这样有人就告上去了。因此院长找我谈话，说有人说你说的不好听的，说你是拿病人当试验品，说这样的病人不用激素。我说院长啊，冤枉啊，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喊冤，是病人不吃，你给他激素丢了。这样的，他要是如果吃激素的话，武汉两家最有名的医院他就不会到我们这来了，他就是为了吃中药才来了。所以中医治病呢，你说治到后来治到有效出院了呢，谁也不说。在当时正在我艰难之际，哈，那围攻者可不少。所以中医就是有一点悲哀啊，啊，你碰到这样的病人坚持用，后来是病人自己讲，告诉了有关领导，说不是急救，不是医生，而是我自己把急救甩了，医生因为我丢了，医生才停一周的，这样不是急救的。如果不是在这样病者的坚持之下，这个病人我想也很难用中药把他治好。在此之后呢，这个病本来不多啊，我碰到韶关一位中医，他说梅老师啊，我用桂枝汤跟你这个方子呢大同小异，也治疗隐匿脾肌炎，效果还是不错啊，这算两例吧。后来我又治疗隐匿，现在还隔三差五来，就是武汉电视台的一个高级编辑啊，他是害的慢性脾肌炎多少年了，他老家是北京的，北京的哪个医院皮肤科有名就到哪个医院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，他工作单位在武汉，那些地方治疗多年没有见到什么多的效果，他只是这个病人只是不太发烧啊，不发烧，时间长了慢性脾肌炎，这个脸就很难看，这个脸就像看上去像一块猪肝，实际上身上也有。这个病人呢，我就不犯经验主义了，因为他不再是桂枝汤症，我用的别的办法治好。现在基本上叫做治愈，脸上不容易看出来他有红疹、紫斑。第六个问题，离定症后重新认识，对于离定症后重新认识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，对本科班的学生要求他肯定是高了，对于研究生我想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在今后不停的实践当中来慢慢的实现这样一个问题。因为离定症后啊，说一句老实话，我今年七十多了啊，从当学生开始到现在几十年时间，我就是搞伤寒，一个人搞一辈子能把伤寒论拟定那么一条两条或者几条，那已经就不简单了。因为有很多问题历来一家早已把它搞清楚了，到现在还不太清楚的有一部分，你能够把它弄清楚了，哪怕弄清楚了一条啊一个地方，那也就相当不简单了。古往今来多少人在研究伤寒啊，所以我说对本科生要求高了，研究生呢今后可以思想上有这根弦就行啊。
伤寒杂病论虽为仲景的首笔，而金枝伤寒曾流传民间，思乡瘦瘦辗转抄录，附经王叔和整理成册，虽功绩卓著，然不无错漏之嫌。或因古文直呼亦有未强者，到今天还有伤寒论呢，还有一些地方啊，少数地方这个意义还是不清楚的，故对某些条文或某方所主的病症时有拟定之必要，要把它考定一下，考定清楚，分析清楚，拟定之法可从考证入手，亦可从临床实践入手。为什么说可以从考定入手呢？从考定入手，那就是要有相当的古文史功底。这个功底我在郝老师面前我绝对拜他为师啊，我这个功底是比较差的，哈，我无法从考注的这一个办法入手。但是呢，也可以从临床实践入手，因为临床实践这个病人就可以他的反馈信息就可以说明问题，从实践当中来揣摩啊拟定某个问题。因此往往拟定症候之儿，便是拓展经方运用之时。你能够拟定了某一个问题，原来不太很清楚的，或者原来虽然清楚但是面不广，你能推广，那也是拟定啊。能够拟定之人呢，便是拓展经方运用之时。